下一个学年度公立国小的教师联合甄选，那么如果各个国小有需求，可以考量未来减班的情况以及所需的教师专长来办理代理老师的甄选。为了避免超额的教师问题，台北市逐步调整教师的编制。不过停办这也表示流浪教师又少了一个甄选的机会。